印度前印民主阵线主席辛哈今天下午4:30到达本公司，由本公司公共关系组组长刘正卫陪同参观。辛哈主席首先参观了本公司新落成的第4和第5彩色摄影厂。辛哈表示，印度现在有3家电视台，他盛赞中华民国电视事业的进步。辛哈主席将在后天到高雄和花莲参观加工出口区和风景区，预定在本月12号离华接受访问。